细小病毒狗狗症状。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犬细小病毒主要是表现为两种，肠炎型和心肌炎型，具有传染性、死亡率高的特点。主要常见是肠炎型，患病狗狗会出现呕吐、腹泻的症状，粪便呈黄色或番茄状色，带腥臭味。病犬会表现为脱水的症状，如眼窝深陷、皮肤弹性减退、体温升高。心肌炎型又分为短程症状和长程症状，短程症状可能会在临床症状未出现时就突然发生死亡，或者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后死亡。长程症状发病初期精神比较好，腹泻呕吐不严重，几天后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死亡。目前预防细小病毒最好的方法就是疫苗接种，免疫完成保险起见21天后建议给狗狗检查抗体。